车上老命，这是有命。林秀鸾跟伊大家是安怎死的？大弟，你问了唔对人啊！林秀鸾跟伊大家的死，唔是天宝做的，是杜秋明跟伊害死的。杜秋明，张天宝讲是你害死。代志敢是安尼？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，大人，拢是张天宝阿妹讲的。张天宝，你家己带人，阁也袂不赖我。启禀大人，迄当阵林秀兰的大家来找张天宝，啊，不过伊看到我甲天宝做伙，所以伊就作顺气离开。张天宝就约出去，拜托伊莫讲，啊，不过伊坚持唔肯。一定要讲，所以张天宝就把林秀兰的大家塞落去楼梯口，害伊半死。你莫后壁讲啊！我才无后壁讲。启禀大人，其实林秀兰嘛是张天宝害死的。林大人失踪了后，林秀兰就来找张天宝，要替伊小弟报仇，甲张天宝拼命。结果。张天宝就用火枪拍林秀兰，阁害伊跋倒。林秀兰落足侪回，我就叫伊请大夫来，伊坚持唔肯，所以林秀兰就安尼死啊。张天宝，杜秋明对你的指控讲到这么详细啊，你敢将实招来？贪污一罪，上坐牢，我阁有机会反省。那是杀人罪，都是死路一条。袂用，我绝对袂用认罪。去走！警察大人，这拢是哦无影无迹的代志。刘秀兰甲因大家，唔是天宝害的。是杜秋明做的，伊才是真正杀人用手。张天宝，你竟然把家己的罪行撒给别人！警察大人，天宝讲的句句属实，你袂当听杜秋明胡白讲，在这种无证无据，都爱叫天宝认罪，安尼对天宝真正足无公平。警察大人，还是因为你甲杜庆官、甲林大丁、甲朋友，伊的交情足好诶，都要害人天宝。张天宝，伊竟然敢无耻，本官咧无赖你。那呢？请警察大人提出证据，那无天宝不好，你不好。你不承认，本官就用办法，让你承认。警察大人，更多，你要扩大成交。本官办案一向是公正廉明，绝对袂对你刑求来处决。那呢？天宝就要看，警察大人会当变出什么证据，爱天宝认罪。好，既然是安尼，本官就要请鬼魂上公堂，甲你当面对质。请鬼魂？警察大人，公堂之上，敢当讲生笑？大人，你卖两种代志。要来害个天宝，都爱天宝认罪，你唔对啊！天宝，你想做代志，你来去听。
来去地，对来去皇上，对来去朝廷。所以，天宝唔惊，请钦差大人，请归来。好，本官得如你所愿。王尚书，即马什么事情？禀告大人，即马是主时，嘛是鬼魂上活动的时阵。既然宋朝包公做过，咱嘛会当试看卖。有请鬼魂周公堂做证案件，是真多真多。王尚书。安尼麻烦你啊，无问题。靠在下法律，请鬼魂上公堂作证，唔是啥物困难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府下大门门神相护，鬼魂都唔敢入来。若是要请鬼魂，就要先看门神。来你，暂时把门神看开。是。黄桥敢真正有法力，假使讲真正，予伊请几分钟功德，安尼我都害啊！弟兄我，石殿。上京南定，一线交通可行。今有钦差大人徐祖云、叶信、林焕、周天宝，请林秀兰英魂周堂作证，请新皇爷问准。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。钦差大人，会当开始夜审。新王爷，本官是奉旨钦差徐祖云，遐冤案开堂审理，张天宝害死林秀兰，该打击案件，请新王爷会当允准，予林秀兰鬼魂倒来勇敢替家己伸冤。多谢新王爷。请鬼魂林秀兰就公堂。大人，你是大清宫的钦差大人，卖得闭鬼闭怪啊！来吃好人，冤魂林秀兰拜见钦差大人。林秀兰，本官问你，你敢是被张天宝害死？
是，我甲张天宝本是翁仔某，啊，毋过伊甲杜秋萍偷来暗去，两背为奸，做尽所有的歹代志，要陷害我的亲小弟。我去找伊理论，想不到伊心肝狼毒，想要把我害死，连我巴肚内囡仔，伊拢无顾。所以张天宝的所作所为，根本是天地不容。林秀兰，本官敢问你，你的大哥？刚嘛是被张天宝害死，是。伫个阴间，我拄着阮大家，伊甲我讲，是张天宝，甲伊摔落个楼梯骹，死甲真冤枉，伊爱我替伊伸冤。秀兰姐啊！秀兰姐，是你啊，是我唔对，我拜托你，你原谅我好不？是你，是你啊！不是，这不是假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张天宝，你心肝狼毒，手段粗茶，我大家年岁已经这么济啊，你还阁歪放一耍，敢讲你袂记啊？我是安怎对待你？伫个你什么拢无的时阵，是我收留你；伫个你自暴自弃的时阵，我鼓励你；甚至我把我的人拢交予你啊！想袂到你稳重守薄，心肝狼毒，害死大家，阁想要把我害死。连巴肚内的囡仔，你拢歪放伊煞。张天宝，今仔日是你受到报应的时阵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阿兰，阿兰，我对不住你，我给你害死，害死你大哥。还是咱个囡仔，来，伊也负责白洗粉，可以让阿婆真困笑。你原谅我，陈校长，陈校长，啊，班长，班长，刘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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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人啊，点灯。心肝这么狼毒，你根本就无人性，你即马根本就无资格做囡仔阿爹，佫较无资格做人。刘天宝，我早都有封闭啊，若是让你知影大姐佮我的，你一定袂放伊煞，所以我就调告伊，让你认为大姐已经死啊。你早就知影，你是歹料的，绝对不是你家己做唔到代志。
阮就落一步啊。这四人进来吃，假做鬼，给你认罪。张天宝，你今晚应该无话通讲哦。哼，杜庆元，你和张天宝以无需要罪名所扣押家产，本官即马下令全数归还。钦差大人明察秋毫，予人钦佩。杜庆元在这甲你说多谢。张天宝，你身为父母官，竟然欺压百姓，欺辱乡民，为了要暗藏你的罪行，竟然杀人灭口。上可是甲西乡组织交结，统白台湾，统一美国，罪无可犯。不管怎么破例，暂停，咱新部调停以后，就得正法。来人，把张天宝押入去大牢。是。大人，来，起。大人，大人。罗秋平，是，你帮助张天宝做真侪歹代志，那按照律法，应该是处以重刑。也唔多本官代念，你是诚心悔改，而且伫公堂之上指控张天宝，所以本官罔开一面，判你流放边疆，为奴三年，你刚幸福。杜秋平，心抱靠好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退堂。是我杜庆元的祖囝，是阿爹心头阿爸，知无？啊！我知，我知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。秋萍，爱给你一路爱细腻，保重，知无？嗯？你先坐来，先坐来，坐坐坐好，坐好。哎呀！你嘛先坐好，来。啊！好。啊！
稍等一下，我摕门药恁吃。梅啊，来。讲啊。来，班长。阿娘，阿你们终于来了，来。阿娘因为啊，大烂的啦，他大烂的，就熟悉的。朋友，朋友。啊，啊，有啥物代志要做一解讲无啊？我休困一下好无啦？六卡，你等下我好，来。什么代志啊？你别问我，你问我后边那两个可爱的本夫人。来，是是，歹势啦，我的水某把你当我个红太啦。我的。老康，叫你买一个物件是买到倒位去啊？我买倒来啊，我来吃。哦，就小一盆子。小蛋的啦，新门温小姐跟小奶奶啦。多谢，多谢。啊，我嘞，哎，我，嗯，差不多。那位本夫人，醉来啊！哦，就多谢哎。拜托你妈嘞，一直扛条条，规个家落一直扛条条，放手啦！吼，你有想看卖啊？你拄遐大拄着，啊我咧甲你扛偌忝呢？真是有影，朋友，我甲你讲吼，你有看到我坐人拍手啦？会看你哦，朋友啊，唔是我咧讲你啦。你哦，就是着太多情了。你若歹学我，甲落卡一心之中吼，敢若爱一个，我幸福嘞。唔相信你看，哎，秋生啊，水妹，拜托，少配合者，点咪带你食好料呀。你讲的。好啦好啦，紧来啊，错啊，嗯，有看到无？小学一个啊。嗯，哼哼，少爷，好歹在讲了嘛对呢。朋友，我讲你哦，真正读书哦，读到脚趾撇去。人讲了好，娶某无用一工，啊若娶细姨哦，无用规世人呢。像是细姨啊。曾幼仔。水某叫我。阮第一生清净净，都讲好啊，无分大小，都亲像姊妹仔共款。因为阮甲朋友有七世夫妻缘分，希望这世就是第七世。老卡，朋友，朋友，是关注阿心啊。真敢头就生安尼？啊，安尼啊，我嘛就生安啊。Thank you.
世间的富贵，好餐就是婚姻，啊，就一刻，就什么拢无啊！天宝，后世人，你嘛因为贪图荣华富贵，来失去着人生，你要好好做人，好你的囡仔头会当起来起来，搁叫你一声阿爹啊！你放心，我会把囡仔请养大汉。这叫做有志者事竟成。有志者，我不是。杨天宝高中离家，速同进士，昭告天下，含书问知，钦此接旨。下万岁！既然你今嘛是地府大人啊，照理来讲，这所有物件。嘛，应该算是你的啊！我丢天宝这半世人，不顾一切追求功名利禄，想到最后，竟然落到这种下场。准备好未？是安怎？真不甘心。囡仔大汉啊，拢家己的主张。咱做时代，要祝福因未来的幸福，安尼就好啊了。这我当然嘛知影，看到新来当得到幸福。我比什么人拢更加欢喜，只是想到伊今麦要离开我的身躯边，去遐尼远的所在，我当然嘛会感觉唔甘嘛。哎，安尼我咧讲起来哦，我嘛咧艰苦起来，我唔甘啦。不今日，我是真正要甲你碎肚下。感谢你这么多年来，对你人甲心内强勇大汉，还佫甲伊教甲这么好。你是甲我说什么多谢？心内是我的查某囝呢，我当然卖好好照顾伊啊。哦，是啦，是啦。只是我若想到过去，我做一寡代志去伤害到丽君，我都感觉对伊足亏欠的。是安怎？你到这嘛又搁咧欺骗我？我差了已经甲陈志宽放袂记啊！你讲你唔知，你是安怎会爱上志宽？来坤，你莫搁骗我！完全安尼愈结愈亲，是要安怎收煞？今麦跟我来见玉官，把代志讲清楚。邓大夫，哎，请进。喂，咱应该爱去送新兰甲大弟啦，哈？对。Thank you.
对啦，这个脱发的生活是较艰苦，对新人来讲，而且呢，以后对新人还更加疼惜，更加该照顾，知无？我知啊，我一定用我的性命保护新人，绝对袂阁让新人受到任何的委屈甲伤害。我叫恁两个人哦，就敢若头前这大海安尼，这呢宽，这呢水，多谢杜老爷。杜老爷，哎，多谢你。有你会当陪伫我阿娘身躯边，我就会当放心啊。阿娘，该拜托你啊。新兰，虽然我甲你见面做伙时间无偌久，啊，不过我早就甲你当作是我的查某囝，我真正是替你足欢喜的，会当看到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归宿，我替你足欢喜的。是啦，新兰，你也会记啊，汉堡松肉行永远就是你的后头厝。你甲大丁在你外面流浪久啊，忝啊，会想家，会想着阿爹，阿来赶紧回来。阿爹，多谢你。心兰，阿娘的乖查某囝，阿娘真正从唔甘要你离开。哥，看到你就要甲大丁做伙去追求恁的幸福，阿娘嘛替你感觉真欢喜。大丁呢？那呢，我就将我的查某囝交予你哦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伊，予伊幸福，予伊温暖，予伊变成一个世间上个幸福的查某人，知无？一切拜托。亲情，我伫海流浪遐侪年，我真正想袂到，我会当伫陆地找到我的幸福。请恁大家放心，我一定用我的性命保护心爱。你做我保证，有新兰在的每一天，绝对拢是好天气。深深照世间，公平正义护台湾。得，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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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在命，命两款。
情。